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乐在其中》。Hello， 亚青，我是 Emilia。咁今集咧，我哋会继续讲呢个离 M 嘅问题嘅。咁但系咧，我哋就会系解答咁多位 follower 之前咧喺我 IG 个 story 咧问我嘅问题。咁咧，大家都睇到啦，系好多问题噶你哋。咁我哋就 cap 低晒佢。咁当然唔会爆你个名系边个，我哋就会逐一解答咁样啊，搵阿青、阿中医、阿青同我哋解答嘅。好，咁样我哋咧就拣下啲问题先，有啲问题都几有趣嘅。這個好像挺有趣的，挺有趣的，就問呢，離 M 時可不可以做這個愛做的事的呢？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可以？真的？為愛鼓掌。為愛而鼓掌。不會說影響到血氣流通的意思。其實呢，離 M 那段時候做愛啦，那其實是不會影響到個質素嘅，即係咩嘅質素？做愛嘅質素定係離 M 嘅質素？即係唔會影響到男女雙方嘅一個感覺上面，有唔會因為離 M 而影響大家好愉快嘅感覺？係啦，係啦，咁但係即係視覺上面始終有啲衝擊嘅，即係有啲似思懷，可能人哋中意咧，似思懷力搶咁樣咯。哦，明白明白。咁但係喺健康方面有冇影響咧？其實健康方面啦，女性離 M 嗰陣時咧，佢嘅子宮裏邊會有傷口嘅。始終佢係流緊血出嚟，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喺離 M 嗰陣時，進行一啲愛做嘅事嗰陣時咧，就要做好清潔嘅工作啦。其實就算平時都應該要做好清潔工作啦。平時會好啲嘅，因為子宮裏邊咧有個分泌液啊，有黏膜啊，咁可以殺死大多數嘅啲細菌。哦，明白，即係離 M 嘅時候就會呢啲嘢就弱咗定係？弱咗嘅，因為佢有個傷口喺裏邊。明白，咁就唔好。即係可以，但係要注意啲啦。係啦，可以，咁就要注意清潔啦，衞生乾淨。明白啦，咁樣仲有第二條問題。中醫角度點睇食避孕丸嚟調整離 M？ 好多人問呢條問題喎，即係咪一定要食避孕丸先可以令到個經期所謂準確咧？因為咧聽過好多男朋友定唔知係渣男咧就話、你食避孕丸啦、啊，咁咧就。對你好添啊，可以調整個 M 啊，咁啊，即係係好事，係咪食避孕丸咧，定係點樣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情況嘅喺診所裏邊，即係除咗避孕丸之外啦，咁有啲工作事業心好強嘅女性啦，咁佢哋因為要出 trip 啦，咁佢哋亦都會譬如話食一啲嘢咧，去防止自己喺出 trip 嗰陣時嚟 M 嘅。即係咪啲西藥嚟？明白，有時係咁。係啦，咁咧喺我哋見到嘅情況咧，就係、你用緊嗰陣時候當然會好愉快，即係你嘅經期會好準確，又或者可以控制到你嘅經期喺你外出旅行嗰陣時候就唔好嚟。咁但係咧，往往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全部都係有 feedback 嘅。係。咁呢啲 feedback 咧，有可能會出現反作用力太極咁樣。係啦，係啦。即係其實都係相關，就係、你可能喺幾個月之後，又或者喺你更年期嗰陣時咧，佢會去到咁遙遠，係好遙遠，係一世嘅問題嚟嘅。譬如話食避孕丸啦，或者食即係打一啲雌激素嗰啲針啦，咁去到絕經附近左右嘅時候，甚至係絕經之後咧，會出現身體會出現各種嘅，譬如話啲成日都會潮熱啊。係啊，成日個人都係即係好似去唔曬啲嘢咁樣，係啊係啊。哦，即係會最後都係有個命運同埋有個後果會翻翻嚟嘅。其實咁即係其實中醫嘅角度就唔會太建議去食呢啲嘅避孕丸或者乜嘢，係咪？定係建唔建議咧？哦，唔建議嘅，我哋中醫係啦。咁同埋即係如果各位男士即係錫你哋嘅女士嘅話咧，都盡量你自己做足呢個安全嘅措施。即係唔好同你哋個女伴要求佢哋食好多，譬如話避孕丸啊、長期食啊咁樣。你個而家感覺好暖男 feel 啊！哦，主要係我冇女朋友啫。真係咩？好慘！大家留意下呢個單身狗。我哋下一條問題。想判。我哋下一條問題。下一條問題問你嘅女朋友嘅計。冇啊，冇咁快嘅，我相信。好，睇下啲咩問題先。不如何呢個舒緩 M 痛？啊，係啊，好多人都問如何舒緩 M 痛，係如何咧咁？喺我哋屋企嚟講啦，當你喺你留喺你屋企而你又唔想去睇醫生嘅時候咧，
最快舒緩 M 痛的方法呢，應該就是用一個暖敷的方法，因為熱水呢它是在生理角度上面，它有一種舒緩肌肉的一個，是等你的 muscle 放鬆，是放鬆它，那就不要積住扯住明白，即是這個最快的方法。如果是平日的調理，即不是現在很痛，純粹想預防的作用或者保健的作用，可以做些什麼呢？如果平日最好的選擇呢，一定是去看中醫或者是去求醫的真的的，因為每個人呢都有不同的原因的，即雖然說你 M 痛是最後的結果，但是這個最後結果呢，它可以有很多種原因或者很多個不同的時間點的原因呢，去形成你最後這個痛楚。所以呢，去看醫生它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去了解你的身體原本出了什麼根本的問題，然後就從醫學角度去解決它。譬如說你很清楚自己是因為一些寒啊，又或者是一些虛啊引起的一些問題的話呢，有一個便宜的方法的，就可以去煲一些黑糖紅棗生姜水哦。 OK 其實很方便快捷又方便的。但我想問一下，會不會有些人痛是因為太過熱呢？會的，會的。咁所以就唔適合呢個方法啦。係啦，即係唔好係唔係都覺得飲薑或者飲紅棗就有用。薑本身咧，其實有一種熱性喺裏邊嘅。咁如果你本身就係一個好熱底、好燥底嘅人咧，咁你然後係咁喺度拍嗰啲薑水嘅話咧，咁個情況就越嚟越嚴重啦。哦，咁所以都係唔好話諗住薑就一定有用，或者點樣黑糖就一定有用，即係未必嘅都一定要嚟睇。咁我哋又睇下下一個題目、okay. 有啲咩咧？看看啊，很多人說呢，他離 M 呢離了很長的時間，整20天，然後要吃西藥去減停了他才行。那如果離這麼長時間，那其實又是有些什麼事可以調理呢？如果離、就是、M 離很長的時間呢，就代表你身體比較虛的，因為你控制不到你的血不停地流出來。是那所以人心，我聽過什麼補氣血，是人心是有一點用的，因為貴的人心是 很難 afford 到即是因為出了錢，所以我一定要好回這樣心理作用因為好的人心它的價錢太貴了，我們一般來說補氣的話有其他很多種不同的選擇的，雖然效果就沒有人心那麼好，但是呢它起碼可以幫你補到氣，譬如說一些白術啊、黃芪啊，一些這樣的藥的。哦，明白，但是都是那句，要看回你實際的情況，因為醫師去判斷啦，是不是？萬一自己亂咁食藥咧，就等於你而家落去藥房隨便執藥係差唔多結果。因為很多人咧，成日都覺得中醫其實都是生草藥啊，食錯咗冇乜所謂，亂咁嚟嘅。有時有啲人會覺得，千祈唔好咁樣諗啊！中藥咧，其實同西藥咧，大家可以一視同仁，即係你食錯藥咧，唔公平咯，係咯，我覺得。其實你都係食緊一啲你不知名的東西啫嘛，其實都係，即係你西藥都係由啲天然嘅嘢提煉咗個嗰個 chemical 出嚟，咁但係你其實你啲 chemical 本身係啲草藥都有噶嘛，你唔係亂咁食噶嘛。係啊，所以你亂食中藥同埋亂食西藥嘅後果係都好可以好嚴重嘅。係啊，好，我哋嚟下一條問題。聽聞女仔啪啪啪完就唔會再 M 痛，係咪真？你話咧？呢個，我覺得呢個似係有人想呃你咯。唔係，呢個係真嘅喎。真㗎？呢個係真係會，即係我哋曾經遇過病人真係咁樣嘅。咁但係個冇根據㗎嘛。有根據嘅，有根據。點解啊？點解啊？因為啪啪啪完之後，個心情係會舒服好多，即係你會個人覺得放鬆咗啊，個壓力減低咗啊，咁自自然然咧就冇咁辛苦咯，那個 M。即係所以你建議人哋嚟 M 嘅時候可以用啪啪啪。咁啊唔係，如果你兩個男，我哋講先，你講先。我等先，我都諗緊。好怕醜啊，個樣。M 點樣講好咧？要講啊，你講。唔好亂試，大家唔好亂試呢個方法。戴翻個頭盔咁樣，呢個樣勁怕醜。戴個頭盔，大家你唔好亂試呢個方法。呢個方法係間中有效嘅。咁咧，我哋今集就暫時嚟到呢度。如果大家咧有啲咩意見啦，或者有啲嘅咩問題咧，都可以喺留言嗰度同我哋講噶。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